动到这样子。我后来我跟他讲，那一块是虫哥的家，所以他就不玩了。这个，但是我啪，这个哇，掌声高亮，掌声！感谢我们九宫台湾分市的行政理事长，还有三位的这些优秀的这些。四个字的莫名其妙，无法形容那妙的感觉啊！所以呢，托大家的副纪委，然后我相信大家今天来呢都是来看展览的啊，顺便请我来找我来吹牛，要是找看展览给我们赶快讲下去啊。那么自从对我上来啊，张志雄、子久啊、高东，跟我出了一个题目，要不要来演讲啊？他们这个听的是慢的，就他们这个慢的话。术业有请，术业有请，术业有请，好泼妇笑啊！那所以呢，这个这个病房没睡觉，他都睡不着。我在七八年前退休一个很重要原因，就患了一个毛病，就是亮黑有事，那一晚上就睡不着，所以这样一直长期，我就睡不醒，没退休。那我们那个每年秋天早上还不小心，我把这个体检报告给他，因为我们要生病，我要生病，还是退休啊？不是偷懒。不是你的身体是，所以退休以后也做灾难的哈，比较没有我们的灾难保护。所以说今天呢，讲完以后，事情我跟大家讲，必须在海里边帮你们看一场，就必须赶快改变啊！市长必须一起做给大家，做给大家学习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甚至抄抄就好，但是呢，每天要去收集资料，要想全面封闭要怎么样子，我想一贯，尤其在座都是这些高手，一定不好就糟糕了哈。那这个有一个演讲者讲，他说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那个只要那个Google能找到的话，你讲到三分钟人家就停了，因为你讲三分钟人家已经查了八分钟以后的资料，这个叫做常识。如果找得到的叫常识。那么演讲要讲一些知识的东西，或者经验的东西，或者人家没有的东西，这个是两点哈。人家我看到那个灯片，那个包括里面的大部分都看不到，对，大概只要有。所以我可能走马看花的把我介绍一个内容稍微来提炼一下。那接下来我可能大部分的这个着重在书写，今天跟大家请教大家，就是三位高手，这个公司叫支教，这个写的太好了。那么写小楷要正着，正着，年纪大了，这个是写动。那么写字的功力是慢慢是越来越好，但是眼力是越来越强。上一年博物馆的一个馆长叫丁希瑞，我们召开大班课做教授的时候，然后他就给我反映到一个问题。这几条不写的时候想关灯的，嘣没有，你后面就写下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想看关灯的那一刻在哪一天，那啥，但是要活着每一天都得好好的写。但是为什么？你这样有一天起来，你写不完你就写不下去，心情的人写不下去，可能你看不清楚，你手会抖，写宣告结束。所以他们这两三位，你看一个眼睛，干嘛呢？日正当中啊，这个朝阳方升的时候，这个是旭日东升。这可以帮人生。那么写小楷其实在古代是一个大众的一个历史，大家都会写小楷，写得好的在历史上出很多传世很典型，就是那几个。为什么小楷会少？不是写不会写，会写的还是很多，只是能够有特色传世的并不多，就有特色的啊。尤其当明代的短篇体被贬义为广篇的时候，那这些东西就素质高，看着就放在那里了。所以在写小楷的这个曲径上面，你不经过短篇体好像就写，一些短篇体要跳出来好像又很难。所以小楷要写的有短篇体的规矩。又没有反歌集你的剧情跟失败，我那就比较难看。那你要随便写写的歪歪扭扭的，有些像写中流的写不好的，你问看不看出来？他写文字里的一笔不写就不写，还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写法。那王少伟老师在书法当代里面谈过，他就举两个文字里的章，他认为文字里的小超章，那精微的写笔画的精准章鱼超文字里。那我就想说，这个文字里的起笔哦，他打过，因为他这个起，他就一抹就过去。文字里的所有的字哦，只有在勾是重的，捺是重的，这个勾往上勾往下勾是重的，其他都是轻的。
你只要把握这两个东西，那不就你剩下就是结构的问题。那张国荣不是，张国荣重轻重，还有两个漂亮的。那对于张国荣的小感，我写的最好是他两年之上。刚刚讲到说《吉安传》，我说大概不是他写的，很多人说没拿证明。邦邦和志明写的《前后师兄》在台北故宫，江兆振先生他也写的《志明》，他说他不如文征明写的那个。我觉得那个太客气了，客气有点假，因为他比他写的好。那件就是假的，他怎么会说那件？所以当历史上有一件作品被权威化了以后，就像江兆振老师那样权威的人写的那么好的人，不敢去轻易挑战。所以你要期待一个人说已经出名的专家，然后要来批评他，有一种怕死的勇气才会讲。没有情感的包袱才会讲。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很多的场合都听到不好。以前那个去看展览，就看郑善琪老师，他也会说好。其实郑善琪老师这个展好在哪？好大。终于讲实话了。当然还是可以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对艺术上的难处啊。但我们讲古人，我就随便说，没有情感包袱。调侃要圈看一遍，选定你适合的。专心投入，那么小楷就怕写到整齐，就会像格题一样，哪怕将来写就这么好看，这么整齐。那我认为就少一点油口，有一点太僵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个人看法。那别人有认为，哦哟，要写的这么好，你还能飘来飘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面还有个人选择的问题。所以我说，你必须去选择，你是专心，一生都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我并不把管的贬低，我认为它是属于法律规矩这一类。再来就是我的这个冯思英的这个三年前才出土的，我们看到冯承树的那个《兰亭序》，但是当我们看到冯承树的这个1.2公分的字，写得非常非常精。所以在唐人的楷书写得好多得不得了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，事实上是有很多好范本我们没看过，所以再多看一点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活泼。接下来我讲到的《雅意》，东游大家都晓得，王羲之。佛遗教经，先不讲中游，先讲王羲之。王羲之的字就没有像姜白石那么规矩，有一点歪歪的，有一点左右边好像对的不太整齐。但是每个人都对王羲之的《黄庭经》、类似佛遗教经这些，都给予很高的评价。所以小楷在欣赏的眼光里面，有一点跟人与人相处，这个人道德完美，也洁身自好。这个要求自己非常的严格，就像刚刚看到的叫白石这样子，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点不好亲近。当不好亲近的时候，这个要让其他人也跟你同样的感受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有距离，这里有距离。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写很刚硬的，比如像周梦蝶，周梦蝶先生他只写一个欧几，就这样，然后他一辈子也很坚持。有一次呢，我跟他一起吃饭。然后呢，有一点小菜是花生米，那个菜还没上来，他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点花生米他一个人吃完。我叫老板说：“老板是不是再来一点？”一下子一直吃，一直吃，菜都没吃，就一直吃花生米，又被他吃光了。我叫老板再送一盘，周老师一点不客气，拿起来倒上去，就是这么坚持。这么坚持的人，吃东西都这么坚持，喜欢的我就一直。所以他的写字呢，很钢铁，这铺路的是他的心态。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。这种袒露东床，啊，这个潇洒姿态的人，你让他写的那么挺，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楷书，没有像唐朝这么样整齐，但是那个时代的人，今天看起来，在书法风格上面，它是一个非常高雅的一个时代。有的人说。为什么他们能写出这样？因为王家多贵子，从年轻就是享受的非常好，一天到晚穿着绫罗绸缎，穿着上等的这个乌衣，丝绸的这个黑色的衣服，所以呢，他们所看到的、所感受到的、所学到的，就是在他们面家中一个感染一个。所以古时候对于记忆性的传承是一种家学。现在是学校的教学不如家训好。为什么？家训每天在一起，就这样每天看，除非他一点都不学，
光看随便 拿起来写 OK。 那日本人有一种家园式讲也不懂，插花也有家园，作为一个基地也有家园，都有家园，反而怎么样，找一个土地当养子，我传给你，但是你要感谢，都找不到，招这叫女婿进来也要感谢。日本就是一种家园制，而且每天就跟着师父间叩叩叩叩叩，就做一件事。在古代，我相信在写读书写字也是一种家庭教育，尤其在王家，你把啊，你去看大观园，王羲之底下王凝之、王徽之、王羲之跟他们更不用讲了，哪怕跟堂兄弟的王洵，哪一个写法都写得非常好，而且都非常的雅，这说不上来的一种风气的感染。所以呢，你要是觉得这个学生很有成就，就把他把女儿嫁给他好了，不然就把他招成你干儿子，他一定有成就。哎，要住在你家才有用，帮你扫地，帮你什么样，每天你就跟我写字，写半辈子一定非常有成就。所以我认为，书法这个东西是需要不断的锤炼啊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资讯太发达，根本不需要这样子。你只要告诉他说，这个东西可以，你要多练，这个东西可以。然后你要叫他写给你看，有的可能用笔有问题，有的可能工具有问题。那么小楷要写什么？我有一个朋友叫陈永旺，今天大概没来，有没有来？跟我说要来，骗人。他说我跟他去讲小楷，他说小楷有什么难？你就告诉大家用小笔写小字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大笔没办法写小字啊，什么都小啊。但是呢，我跟他讲，他说红包要大一点就好。开个玩笑。那么要有一个好的工具，好的工具。那写小楷呢，一定要很硬的笔，你能拿得到怎么样硬的笔，那是最重要的。那事实上以前的七十三阳做得很好，你不要看七十三阳外面包你，那里面的好都很精，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精。那以前这个政大做了一批笔也蛮好的，最近做了一些什么1.0、2.0、什么3.0，小的不得了，可以写到0.4没有问题，0.3就困难。对，像我们大家那样功利的人才写得到，他甚至写到0.25。0.25，但是0.25，我看他写大概只写2-3行。下次有本事写1000个字。0.25、0.3写1000个字，磨磨看，真的是心花灰的。所以小字短不难，小字长，那绝对是一个最高的挑战。那个小不是所谓一公分的小，那微楷叫小楷，微楷是特别特别难。好，那么我特别讲了一个，就是说我们做的那个笔哈都不均匀，很难很均匀。那么那个陈建中就教我怎么怕位，怕位的行为就用最嘛，沾口水，在你的大拇指这个地方用转的，这样一转个十几分钟，那个口水会干掉，然后不平的毛它会跳出来，它就跳出来，好像海山那种枪杀人一样。哪个人想要反叛？没有，哪个人我在等，等个5分钟10分钟。有的就站出来就抓出去就枪毙掉了。听说以前海山是这样，那个怕位也是这样，就那个有一点屈屈的，然后就掏出来，你就把它拉到旁边，把它拉掉，然后再沾口水，再合起，再慢慢转，就这样。他几不会啊，对不起。然后他一支毛笔要卖你多少？他说有必要卖？我做给你，给你卖个2-3千块，你给我下。那我做给你，然后你还去给我恶宣传，说那一家卖的好贵的，所以怕会只能自己拉，我已经感觉到他跑，怕他紧张。那么写小楷一定要有很均匀的硬的笔毫，一定要很均匀的硬的笔毫，又不能没有腰，没有腰的时候就压不厚。你们有没有发现里面不好意思，普遍压的不是很厚。这样子，我今天要拿一个0.4的金刚经来，这样一个字，这样子。昨天晚上没睡觉，所以就
中学的汪一丹，然后80岁个展，我们再来展出。好，你保佑我80岁都越早，因为我真的80岁跟东京的嘛，约是80岁的，80岁的，让我好好写作品，这样子啊。那么要有腰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那才写得厚。那一般写的时候，文字名都是轻轻的，很轻。那么造物比较厚一点，所以还是要有腰身，不能够那里细细长长的，那个笔压不重，压不下去。所以还是要腰身，这个很难的，就是上面要很难的。所以唐朝的小楷有一种叫积聚，就是那个短短很短，肚子大大，耳巴很尖呀，稍微一压就很胖。所以唐人的写经那个特别厚。那你写伪楷的时候，就不用那个笔还是能写，就轻轻一压就很厚了，就这样。当小楷有提案的时候，特别感人。小楷都瘦瘦的时候，有一点营养不良，就这样子哈。你们再去体会看看，对不起哈，不扯淡。我们看到的《洛神赋》，张孟俯的，那个写的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张孟俯在不同的时候写，未必都很精到。这个时候，黄道周的有味道，洋溢型的。黄道周的字不甜，歪歪的，但是歪有歪。歪的趣味，这个是，这个就很难了，歪有歪的趣味，但他的字初学者不会学，不会去学的，因为不是很漂亮，所以大家不学。等你学的差不多以后，再回来写黄道周，然后你可以吸收到一点不平正的感觉，这一种感觉，谁学的最好？姜道生先生，所以他在正之外，他有一歪。所以如何在正与歪斜之间取得一个平衡，但是姜道生先生还是没有像黄道周这么朴，但是当你混合一点，它味道特别好，就不显得太甜俗。他曾经在他的汉碑临摹的题跋里面，他就讲到曹全碑，就是曹全碑、李应碑、史成碑，尤其史成碑，他说史成碑很规矩，规矩到容易流于甜俗之弊。当太规矩的时候，就太甜，甚至有一点通俗了、啊。这个俗不是低俗，就是因为容易学。哦，规矩容易学，容易学就甜俗。那么要怎么不容易学？它就没有一个规则。管和鼎就是规则太多，大家就一个模子，那、这个方法就一直行一直行。所以我觉得黄道周是一个很好的养分。这是我的看法，好 ，OK。那么著名的，我们黄道祥老师也有一部著名的《前后诗经》，哎，《出师表》，《前后出师表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著名就有一点学到一点，那个中有的一种辨别，有点。著名这个人很会喝酒，很爱喝酒，所以很多人呢，就是他常常欠人家酒钱。付钱，所以有人去帮他付酒钱，顺便叫他写字，这样子，哎，所以我们留下来著名的都是酒钱换来的。但是爱喝酒，小楷居然也写得很好，所以我们酒后酒量非常好。下一次我们看酒后来联合办个小楷展，你叫他自己办，他一定不要，他把他掐着走这样子。连著名都可以写的哦，而且很有趣。你大家都容易感慨了，大家感慨了。好，那么这个褚遂良，那就有一点跳了啊、哦，又跳到唐朝去了啊、哦。但有人对于这个地方，他认为是假的，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雅逸，来写小楷也是很讨喜的、哦、特别要提到的这个虞世南破邪论，我建议大家从王羲之，我相信最能继承晋人的小楷，我觉得就是虞世南。褚遂良诗之甜，欧阳询诗之刚，那于是刚刚好。那么在生与熟之间取得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，熟就是规矩，生就是写的不整齐。那我刚刚讲说，你写的很熟以后加了黄道周，那写出来会像破邪论，
这样的感觉哦。慢慢看这个货，他第一个字他就歪歪的给你看。我爱喜小楷的洋溢，他笔法非常的洋，结构有一点奇变感，所以应该把这个虞世南这个小楷，也下点功夫，那么写出来应该就不那么整齐，好不容易写整齐，然后又不整齐，然后又要重来一次，很讨厌哦。你不这么走一趟，那你就永远掉在管德未罢，去了更远怕。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书法家协会主席叫孙晓明，太规矩，反正我跟他没关系，太规矩，还是没有办法加一点生的味道，他太熟了。OK， 《平阳传》我说是假，因为不够润，太高，太瘦，以南宁十三马拿来跟他对照的一样，那格调差开，不可以道理记，所以不学也罢。我不认为应该学他的，这学这一届，应该学别的。那文质敏的呢？没话讲，文质敏当然有很多奖，历代有很多奖。比如讲到的，就是说故宫展的那个《金刚经》明经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字，大概0.7左右，0.65左右。那么有一天，我刚刚讲的丁锡元先生去我那里问。拿那一件有复制品给丁锡元先生看，丁锡元先生专门研究这个，也同时研究那个这个唐朝太平朝这四个这个名家。刚来的时候刚好故宫正在展这个名士家的这个展览，分成好几大，他就说这个是假的。为什么假的？他说87岁的时候写完，他说请仇英画一个大臣真镜。一个图像，他说不可能，因为他87岁，这个罪名那个仇英已经死了4年，所以做假的人故意留一个破绽，然后有一天他就一朝第五才会被算账。我不是骗你，是你们都不研究看清楚啊。所以呢，做假的自己有一套说辞，一定要留一个破绽，不能做的什么都真，这样的啊。那么文敏呢？我刚才讲说，他起笔的地方都是尖尖的，尖尖的，他不立笔，他不截锋，那么他的钩还比较厚，那所以呢，横细直出一直是如此，所以小楷要有轻重，他还是活泼啊，只是我对横画对他有一点点挑剔，他的横画的收笔也不是很细腻啊精致，但是他的结构很匀称，但是匀称输唐朝小。好像一个历史比他有名，他写很小，然后一时口从头到后面，这是定力的功夫了。这样子，你太太当然对你很好，不然你会出家。有没有想出家？没有，不敢。我也很想出家，我太太说不准，只好把家练好。我说不准，我要吃素，所以我要继续奉献啊。所以呢，定力是需要慢慢去培养。那么有人说，这个写字要先打坐，我不知道，写小楷的人不需要打坐，笔拿起来就入定了，对不对？笔拿起来就嘣，就进入那个专注的状态。所以大家要写小楷，很容易让你抛弃一切烦恼。所以我讲到的时候，写小楷叫珠圆尽省，只存一念，不是连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这一念写字就这样子。以前。八千里路银河月凌空去西藏啊，去遇到了一个喇嘛，讲话在印经，问他说：“师父，您在做什么？”“印经。”“你几岁开始印印经？”“17岁。”“今年未更。”34。那你以后有做什么？”“印经。”“啊，你这辈子都做印经吗？”“印经。”“印经有什么意义？”还不理你，不讲了。有一天，我一个同学，你说那你要不要再去读一个博士学位？药学博士医生？那你以后呢？写字？那以后都写字吗？写字。写字要干嘛？回答不出来。忽然，我突然脑筋就浮出一个，我跟他们老妈也差不到哪去，对不对？是哦，校长，你当要干嘛？教育，对不对？特殊教育。所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专注地去做一件事情，
你觉得有意义就有意义，有价值就有价值。OK OK， 你不要认为那个马化腾就没意义，那觉得有意义。写字呢，在历史上，就是写个字有什么了不起？但是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你只有这么专注，你才会稍微有一点点成绩，稍微有一点成绩哦。可以写字呢，那么就要专心的投入写小楷。我认为写小楷，我很花时间，不是你今天对不对？听说你一天还多花三个小时在写小楷，好大点，四个小时，五个小时，不止。所以他必须不断的去累积那个经验，然后，但是呢，在书法的创作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就是十分学期要抛三，不要完全的学，把它丢掉三分。然后另外再从别的再加一点进来，面貌会慢慢的转换啊，慢慢的转换。好 ，OK， 当代写王虫的很多了，到处可以看到。王虫不哑巴哦，金钗下下都叫写的哦，所以王虫很聪明，又讨喜，又雅致，又好写。这个叫做枣木板，什么？为什么枣木板？因为我们那个刻铁的时候用木刻板，然后拓的时候。它会墨会晕开，晕开这个白的线条好像就分开了，所以用那种感觉来写小楷，这是王虫聪明的一个地方。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写，啊，他活到39岁，好可惜，要多活久一点可能就不一样。像温兴明活到90岁哦。刚刚在车上跟王建华那个文征明有没有戴眼镜？那么历史上考定他的岳父吴宽哦，就做了一首诗叫《眼镜诗》。所以文征明有没有眼镜？一定有。文征明就不想他戴眼镜，这个很神奇。那个何绍基他连张黑女，张黑女出土正嘛，清代才出土，但是他不告诉人家，每个人都认为，哎呦，你怎么会写出这么样的人？他都不告诉人家，不拿给人家看，我就是写个张黑女，这样大家佩服他不得了。所以这个叫做葵花宝典，看得很密集，对不对？不轻视女人。所以那么在书法的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资讯太发达了，随便都有了。我们看到的临战的部分很有特色，有一个大陆的学生在北京故宫，然后又娶了台湾的老婆，然后到台湾来画工笔画，但是他那个书法写不太好，人家就告诉他说你去找文征明给你一点意见。那我说目前写工笔画的余飞安是用瘦金，那我建议他说不然你就用临战的工笔画，用临战的来题画，效果还蛮好的，却还没有人用临战哦。所以假如在座的话，可以参考参考。那适合于纤细的、飘逸的这样的画的体体画，同时在书写上面也不难哦。所以写这个林云里的也很好。其实王朵的小楷正有味道，王朵的小楷。那么他的小楷来自于他对于行书的这种。歪头歪头的歪来歪去的字的一个造型的一种体会，然后他写的有点小楷，有大有小，有歪歪来歪去，非常有意思啊、哦！这是傅山的，对不起，王铎也是，这是傅山，傅山的《金刚经》，傅山的《金刚经》多大？有没有量过？0.6，不是0.7，傅山的《金刚经》才0.6，很小。注意到了案的时候，他被抓去关在监狱里面，他写《金刚经》，那不小心明天就抓出去砍死，他造写《金刚经》，从头到尾一心不乱，所以你才会觉得非常了不起，写《金刚经》，而且写好几遍，送人家这样子啊，所以这个是不算了不起的啊。OK， 好，那么另外有一个书法上就是写经了、啊，我受益于写经甚多。中国历代写经的好的，我们看到的《临飞经》哦，现在的佛经还没有写经的时候，它比较厚。刚刚讲的是，因为那个唐朝写积聚笔的工具有关，所以你必须跟作笔师傅感情好一点，请他帮你做。但是那个做完都会把人家买的多，好写，不然的话人家会划不来。那陈其中一买，我给他买300只，这样，然后呢？施书曼老师说：“你有什么好写的？就哪里买的？送他一只卖了300，也不算贵。这个施书曼老师就跟他买一只也300，买300只也300。
我那时候没有，懂吗？沙巴鸡，哎，对不起，一定要不要好，不要沙巴鸡嘛沙巴，鸡鸡嘛沙巴，我都跟他抱怨，你要批发有批发价哈，没有，没有，哦，他说可以，但是批发怎么好？三千只才叫批发，他搞不好这么收啊，真的很好写，不错。我现在意思就是说，好写的笔你就买一大包嘛，你下次要买又买到。哎，又换一批的毛，不是那么好，就这样子。尤其小楷，以前像那那写小楷，写一写不行，垃圾一桶一丢，不行不行，丢了四五次，哦，这次可以写。他懒得去怕会有毛，哦，就这样做。你要跟陈总裁那个发起一下，他可以做一些好笔给你。那只是功夫不传授而已哦，是不是？他现在这个生意做很棒啊。越怕贵，感觉功夫传给我，我知道，现在慢慢磨，慢慢磨。哎呦，我你买了300只，我还在用呢。或者后面那个做很小，1.0、2.0，真的很小。那下就怕怕贵，就怕皮肤怕贵，效果不错，效果还蛮好。让杨思生先生去，然后他说：“你写给我看，这么小，可以写，你写给我看。”哦，以为我骗他呢。哦，相信，送给他3只。回去要写小楷，所以这个笔没有怕墨，写个2-3个字可以，但是要写个2-3百个字就难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要写，我们笔还是要，因为你写一写，突然一个笔毫不是那么顺的时候，嘣，它又跑出来，还是要笔锋整理一下。好，那么假设要写唐人的写金的写法的时候，就要用几句故事大一点，用细一点这样的哈、哦。那么三件绿本的国权写的，它比较瘦，比较瘦，但是都是今生的一路的一个风格。但是今生也有很多不同的面貌，而不是只有一家的面貌，有的重，有的轻，有的长，有的扁。但写扁的比较耐看，写长的似乎比较没那么耐看。好，有的人呢，以前墓地就喜欢写这一种，对不对？还在吗？好像没联络了。他喜欢写这个魏晋南北朝的这个写金。那也是一路，但是这一路哈、哦，要卖高价钱的啦，又不是铁，不太铁，所以很多人一般人看的不会很喜欢。那调剂调剂可以，改变改变，也就是说他在某些隶书往上挑的用笔里面，事实上在唐人的写信里面也经常出现，所以可以在收笔的时候增加一些变化，所以它还是有用的，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养分。啊，迷津的写经。那么最近的恭喜啊，大家都写在明经院，那个黄金越涨越高，作品越卖越贵，就这样啊，借着明经发财，那是黄金发财，这个叫做战争财，因为一打仗黄金就涨，就这样。所以，但是，石清子，我是在日本，30几年前我去日本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国金展，那有一个生命保险公司，就是他们叫做寿险公司的老板收了。那日本的那个奈良时期的写经保存非常好，那目前最好的是在东大寺的那个叫金光明最盛王经，他们把它列为国宝。虽然写明经，但是笔画纤细、飘动，这样子哈、哦，跟墨书写的一模一样，非常了解。在那个时代，同样在5年前，我去那个高野山，他们有个灵宝庙，那个时候是1200年，已经算是。唐末宋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有金光明最盛王经。当时金光明最盛王经就是护网华经了，所以他们规定国家的寺庙都要放这一经，保佑天皇。但是高野山放的就没有东大寺那么好。那么东大寺那个年代是在奈良，所以更早，那个人死后继无人了。所以你不要认为你们三个20年了。后代还有3个一起长，不见得。有时候连投胎都修进来，那过了这个后面就没有，很奇怪。所以要出专辑，留下历史证据，然后让后代的人可以学，很重要。这是我认为应该是至少电子厂要把写出来，然后我们数位影像再出来，然后有没有钱以后再说，所以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
以后他们一定很有钱，那你付薪就几百万，你吓死了。好，那么请年轻的时候是这样，他刚刚才跟蓝色的纸就请助理帮我做，第一批做的好，我赚了；第二批做的很好，然后我就买；第三批我给他钱，钱一百万，他要做不出来，他说不满意，他不敢交给我，又把最后放了两三年，又把钱退给我，就这样。那从后面现在做纸巾纸的，还没有一个网络厂，但是他那个是用硬的，所以那个纸是很厚很硬，裱起来很挑，所以做测验可以，做卷轴就难。那中国大陆的那个颜色也很好，它就不要那么饱满那么沉，但恐怕保久性比较没有那么耐久性的东西，太阳不要晒太阳，还可以放久，不要晒太阳久了可能还是会退，这个很两难。所以做纸还有发展的空间。那因为它是用硬的时候，它就硬硬的，那就你写不是写在纸上，你是写在颜料上。所以刚刚你说用那个稿纸写不好写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吸墨。啊、所以那个东西写不太好写，中国他们那个比较好写，但是啊，好像都不是很耐久，又怕说很辛苦写了，到时候又没有，所以最近都在写墨书，墨书用敦煌写金纸的那种仿古的写金纸，其实味道不错，啊，也比较薄，也比较软，这样子，有味道，有味道，我越写墨书越觉得很喜欢，讲什么呢？年纪大点，过去就好。但是年轻喜欢华丽，那泥金也是很讨喜，但是泥金要写得很细腻纤巧，很难，很难，所以你必须笔要做得很精湛啊。啊，下下一些就闹两斤八豆豆，补一下，啊，得那个设备，啊，再弄，弄了你的八豆子，成长一个胶容易胖胖的，那你必须要跟他拔河，每天在跟他拔河，拔河久了以后。耐心又被磨掉一半，不一样。所以写墨书比较快，写泥金相对会比较花时间。但是在桥本里面，赵之谦都未免有他的特色，现在居然没有人仿他。另外一个日本的有一个字下户明鹤，他写的是用那个崔金庸的味道来写，他的字是用崔金庸的味道，所以崔金庸拿来写桥本也蛮有味道，就是没有那么甜。自家路名鹤写的非常好哦，自家路名鹤虽然他写的字是回话，那小凯没有，小凯就当中，那小凯就是当中，那回话难哪可能写小凯，所以还是要看一定是的。那回话写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学和尚经，所以又可以立场帮他写大字，所以呢，近人小凯，邓展木，现在写邓展木也很多，不好意思点名啊，蛮多的啊，那么。你今晚要交给他，很容易，不要写太久，不然你就把它写高，面目也好。哦、王仲伟老师的小孩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他的好在哪？他的横画、直画的起笔都有立笔长工，小字立笔是很难的，立得很。然后他的字是比较平，比较平，所以小楷写笔是耐看的。王仲伟先生的小字很硬体，但是有一个横纯四先生的哦，那就像神仙一样。他写小楷都是写一公分哦，就是用这个稿纸跟你一样的格子，他就写这么小。写细笔偶尔用这个，写四稿一定用这个，就这样子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学，可学。那么他从谁来的？他多多少少还是从王仲一点点的。但是他笔画没有说松开了，在一起，所以被彭德斯先生写小楷，好像当今也还没有人写，还没有人登记，所以赶快去登记。江道生先生的《江门弟子》写出来都这个样子哈，很容易这样。但是呢，他那个快来快去，快来快去，特别有味道，特别有味道哈，那种感觉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去体会他。江道生先生小楷写的非常好。他很喜欢写小字，写的那个《桃花源记》，只有这样子，他们都三公分、五公分长，把《桃花源记》全部写在里头，然后他画一个桃花源，然后上面这个桃花源小小，也就是大概1.3。他写了一个湖心里画的一个荷花，然后分成一小条，然后写的是280几个字，
他想这么巧，他的房子挺好。那么我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展的时候，说他在那边看了好久。不过现在看上去好像王朝祥比较厉害，王朝祥比他更巧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江兆山的韵味十足，这样子，他小孩不多，62岁以后他不写小孩，我们今年70。他脑袋里面了，今天有人跟他要小楷，然后他就从里留下来的交一张，对啊，已经他说这个人哦，我要小楷哦，我都写不满，最后就在我的书签书柜里面都找到一张，然后呢，今日书之，他那时候已经是68岁，今日书之，他是62岁写的，夺揣夺的夺，夺不能胜之，这样胜之。生或许是生任的意思，啊，我今天来写，大概写不完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啊，所以江兆山62岁就不写，王兆美先生写的时候81，但是王老师82就卧病在床，就起不来，啊，所以不一定，就是说，写到80几还是可以的，不一定，所以你还有很多。佳作在后面，沈尹默写的小楷《归曲》，那诗词过帖上面还归曲，但是也有帮助的。有些你结构写不好，还是可以参考。哦，不只是的小行书 ，OK。行书要写的楷书要写小楷要写的灵动的时候，要从楷书跳到行书，要从行书跳到楷书，来来回回，然后你就会把那个行书的那个连的那个感。上下的感觉，一个字一次写完的那种感觉，会带到你的小楷，所以你的小楷就比较生动一点。这是我的看法。王兆美先生，你看那个小行书，至少很多都是小楷，小楷书很小嘞，很小，就这样子，这是60岁所写的。他年轻就写这样子，30几岁，他曾经抄一个十书三六种，三种，要有学校出版社挖出了一个十书三的一个小楷。然后他在广州的时候，在广东的时候写，然后那个人带到台湾，今天就出版了，好久，34岁我还记得，34岁功夫就练成哎，所以这种人是天才，34岁功夫练成，这34岁以下有神，好好加油啊，可以破他的记录。当然，孙亚云，哦，大家都把他捧得很高。大陆习惯了，官大，然后什么都好，就这样子。还好吧，我觉得台湾比较厉害，那些老前辈比他们高龄太多，格调高太多。所以参考，这个叫欢放，也是一个女书家，那就有一点轻柔，这个字有他讨巧哇。那这年轻辈的一个叫朱国良，他又会飞行。那么我相信，在年轻的这一辈，在中国大陆年轻的一辈，在传统的功夫的耕耘，高手不少，只是没机会抬头。所以我们的对手是14亿人口。不要在这边啊！我看过那个方孝孺的一首诗：“池鱼不知海，月鸟不知烟。”后面两句在骂人，但是他会被砍。蚯蚓霸一线，神龙行有边。每次我都写，就刻一个印章，蚯蚓之矿，再加上霸，出了门就没了啊。OK， 好，我的书写经验，第一个要观察是尾，你没有看到就请吧，所以你要准备一个放大镜，注意看，务求精手。刚刚讲说要楷书变行书，行书变楷书，来回一个字不行，再一直练，一直练，然后。假设能够楷书行书这样交换的时候，那活泼度会增加，小楷散朗，笔法精致，结构匀称，啊，章法灵动，写错了，它章法灵动。那么第三个最难做，但是那个结构匀称，我觉得他们三个都做得很好，都很好啊，我都做不到，真的我都做不到，所以我今天来真的是收获甚多。胡适曾经讲过，偶有几经白发，心情为镜中年，做了过河卒子。只能拼命下去，这个是写小楷的心境。你一头栽进去，就像剃了光头，点了戒疤，
一个不太想再出来了，这样子就只能拼命向前。啊，也不是说这么严重，但是你会心上瘾，你会永远觉得不够。所以那个帮大家演讲，要验皮圈，对不对？以前的演讲记得要验皮圈，要墨盒。我要吹牛一下，墨盒是我发明的啊，没有登记专利而已啊。那么那个墨盒叫暗藏失眠，那刚好定量，我这个定量。但是古时候他们用棉花，棉花不好用，暗藏失眠比较好用。那么喜欢盖起来，那不会干掉。你看他小凯靠。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说，哎，这个可以申请概念专利。我说好，那我少花一笔钱。我说开玩笑，也就是说要准备好工具，然后准备好纸，准备好教材，准备好的题目方法，所有的题都看你，然后选定你要的，然后由大慢慢练起来。刚才就跟洪建豪在车上聊，先写大，慢慢再写一写，没关系。你现在说眼睛花花的，可能就写大一点，就不要写像他们那个微卡，大人写微卡好小哦，稍微写大一点，1.5公分 ，OK 的，应该不难，大一点，慢慢慢慢缩小，再不行就2公分嘛，就 OK 了，慢慢慢慢缩小，久而久之你就会越写越有信心。那么我讲这些，只要告诉大家就是说，书法是有无止境的，我也没有写的啊，说实在话，我都每天都还在练啊，还在练，那么。这个，看着他们的展览，我回去，我想又不用睡觉，三个月又不用睡觉，更要更努力了，看能不能追近一点点。那么江山代有才人，今天我们看得到三个，但中国大陆那十几亿人口里面有多少高手，你都不知道，所以不用比，心里想，永远有高手会出现，天高的到处都有，啊，只有花时间。用脑筋，我觉得呢，要去思考为什么，怎么样写比较好？好，最怕比，两个比在一起，哦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比较不好。我们评审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不好的拿掉，好的留着。然后来比，哦，写完了以后，哎，比一比，哦，哪一点不足，然后缺一缺，又继续写，就是这样，不断的跟原题比，跟自己比。然后我看那个黄大讲个展的时候，哦。废纸3000，他故意的要拿，下一次展出笔走几箩筐的笔，是不是？哦，就这样子，那一定要累积那些经验，好工具、好材料。小楷可以影响硬笔，但是毛笔的变化会比硬笔来得大，所以，会写小毛笔的小字、小行书，硬笔不一定写得好，因为那个性质不一样。我写硬笔就心会急，但是我写毛笔就不会，好奇怪。拿了硬笔就咕，心里头就会这样。但是有一天我就会慢慢写，哎，也不会太坏。就是说，原来那个毛笔还是可以影响。OK， 所以你可以拿毛笔的楷书来做硬笔的练习，这中间你的硬笔就会出现毛笔的用笔的轻重、快慢、转折，所以还是写毛笔。OK， 用毛笔的用笔。最主要举办展览和比赛，今天展览已经有了，然后让大家有一点可以观摩的那个比赛好像很少，你用来办个小凯的是吗？没有，那么那些小凯发财的人要捐一点钱，培养人才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。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自由讨论哈。啊，但是我年纪也大了，我把小凯，我把他视为，啊，我来生的一个老师，就这样。我达公这个藏诗啊，那以前我就一直问他讲，他都不跟我讲，他大概认为这个啊，你这干多了，明白这个。好，那有没有问题？利用这个机会哈，可以来大家交流一下。老师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老师你在写小楷的时候，主要都是用那个墨笔在写嘛？可是我在写的时候，我常常碰到一件状况，就是他因为小楷他的墨量少，所以他常常就是可能写个10个字之后，就已经产生墨渣了。那老师，你如果用墨笔的话，你就是用
过程中还是用就是用手老师去把它拉一拉这样。哇，对，写小楷是这样子，写一写会干掉，我的经验，那再帮你洗一洗。另外一个墨蘸太浓，你就用卫生纸擦一擦。那你不要一下就冲下去，有时候太多，那后悔都来不及。再帮你把写的顺好，确定它可以洗，再洗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腐蚀，一点都不可以，省一点步骤。一笔烧出，才会不好看。我所看到的，就是另外一个字在你的眼睛里头，所以一点黑一点，一点一笔勾画，那么都可以看得到，所以要做得非常的精致。好，不要写尾盘了，尾盘我看得都快心脏病。我写几件的哦，虽然我跟你讲说写500-600字有点二了，可以挑战一下，留着就好。啊，所以还是用卫生纸吸一下，吸一下。我经验是如此，哇，照样留下来。给老师也好，吸一吸就好，吸一吸就好。所以你旁边就有一点水口，就泡一下，擦一擦，然后再擦干了，擦干，不然它会太稀，所以再沾墨，这样就刚刚好。好，那另外在写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很洗，五组有那个浓墨。就用那个浓墨去写，就比较不会脏的。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东西？乾坤一滴，买得到。五组有乾坤一滴，台湾没卖，日本有。请人从日本帮你带回来。乾坤一滴，很浓很浓，一滴下去就很晕。包装上都是用抹，你用抹吗？没有，没有香粉，没有香粉。那个抹一下就干了，因为太长，沾了水又看太湿，所以只能用药，比较顺。我的经验是这样，因为他用的现在的墨是加西卡碱，西卡碱就是硒胶，以前是用动物胶，动物胶那个写在纸比较柔软，那那个硒胶就怕以后会不会碎掉，知道？但是小楷用的墨量很少，所以我认为不至于影响到纸的寿命，我觉得还好。那么叶明轩薄的不太好写，要稍微厚一点，但叶明轩有个缺点，会滑，久了会变滑，就很难。所以，把砚笔稍微染滑，像古写经，那黄就让它黄，就变得很自然的滑，你就可以染一下这些事先的处理。大家听了之后，大家都有想要从事小楷创作的冲动。就是今天听老师讲的受益非常多。那这个我看老师在用最推唐世家小楷最推崇的是虞世朗，君子长气以虞为忧。那老师觉得欧太硬刚硬，那楚太柔太甜美。那就是说，从小楷跟到当代是发那个完备，但是魏碑的大字到当代是很完备。但是如果当魏碑就是木字或者是四山摩崖这种东西要融入小楷，那是不是跟所谓的这个传承的唐世家的这个搭法可能会相抵触？这个笔法，我像洪兆祥老师他们这个对笔法的这个过渡，由唐的八法到魏碑这种摩崖或者是写意书风这个的过渡这一部分，要请教老师。刚刚我想到一个取径嘛，选择路径的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说你把所有的坎，然后你选择一个一门生。那显然，你说进唐这条路的时候，它跟魏碑不太一样。所以你走魏碑的时候，我刚刚也举例了一个，人家说啊，这个崔君庸之啊，或者是这个赵之坚所写的那个，那历史上用小楷写，用魏碑写，这两个算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。但相对的，比起唐楷或晋人，还是少数。所以，那你走进去了以后，要跳到这边，因为它用笔法不太一样，它力比较重，所以它要特别小也不可能，那还是稍微要1公分以上的才有办法花飞。所以看你要写多大。对我个人来讲，其实我什么都写的，都有写，魏碑的也写，朱元璋的也写，但是最常写还是把晋的用晋唐的那个样子。那我写佛经写了很多，我还是觉得用唐人的写经法稍微厚一点，比较有提案效果，还是感觉比较搭配，不晓得为什么。别的，但是你又不要用唐人写经的那种规矩，它稍微有一点行书的趣味在里头，然后就写会更有意思一点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子哦。所以我
刚讲取经的问题，要选择哪一条路，跳进去，那就好好把它写深入一点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在你过去书写经验中，有没有使用过朱砂，或是用其他，就是除了墨还有泥金之外的材料去书写的一个建议或是经验？因为像朱砂，那个我那时候是用墨的，所以老师应该有看到，就是那个墨会有不匀称的一个问题。对，那这个方面老师有没有相关一些书写的经验可以分享？写朱砂就没有办法像墨那么这么小，因为朱砂是一个矿，去研磨的粉，我们的墨是一个烟。它烟是很细的，很轻的，所以它的那个粒子相对比较细，所以可以写更细的感觉。朱砂现在在做的时候，有当代的，比如说日本的做的那个朱砂墨条，颜色不用哪也有卖的，比较鲜艳一点。老的这一种清代的旧的朱砂，它会稍微又鲜艳又沉，颜色稍微不太一样。杨师正先生送我一条，沉甸甸的。半条，这边点，你看，很重。那么因为朱砂是含有汞，所以它是比重是非常重的。你当然能够拿到老的朱砂，当然效果会比较好，感觉墨的掌控会比较好。那也没有差很远，因为我都没有写很小，不过我写到0.5，也没有很小。但是小要像黄章讲，他们这三位小又好。小才有意义，小而浮屠不如写大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小就要写精，就这样。所以衡量自己小是不是真的很精，没有就要再去训练。不过以你的功夫，我认为没有问题，你一定可以写得非常小，而且你就喜欢写小字，所以你对工具的这个挑剔应该蛮讲究的哈，蛮讲究的。所以写小楷会助你，很好，很有意思啊！我看那个年轻，以后不得了。哎呦，我真正写小楷是40岁才开始写，当然以前也有写书了，但是写我中医那时候开始写。所以你现在才20出头吗？我现在已经40。真的哦，刚好年轻嘛。哦，对哦，哦，每个人不是都是50，50有我自己写吗？那个律师长都是很会写字的啦哈，那我是以一个我是做毛笔的一个这个角度哈，来跟各位来分享说啊，为什么那个墨水的这个蓄墨量，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啊，很方便的毛笔，其实大家不晓得做毛笔最主要还是在毛料搭配，一般不会懂的，你要小牌哈。你要这个蓄墨量要好，那跟那个你挑选的毛料，跟一个师傅做毛笔的经验是有关系的啊、哦。因为写字的人啊，还是喜欢，买那个里面加很多尼龙的，所以他蓄墨量不好。我就这样跟各位来分享啊，谢谢。我说，刚刚说要跟我们陈老板那个多请教啊，多交换意见，然后，他曾经做好几款。然后叫不是，我说这个是好，然后他又接受，然后我要跟他挑剔说这个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，对，腰头厚，那腰的腰够重，哦，那阿里巴扎哦，刚刚讲到一个蓄墨量，就是在我们写小楷的时候，小楷不能够写一个字沾2次3次，我、哦、那个还是不行，至少要沾一个字，一个字可以写完的这样的那个接续感，我说那个笔画的接续才会掌握的好。所以笔又要小，又要能蓄墨，这中间相冲突的。所以可能刚刚提到的就是料的问题，料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啊、哦。所以应该是你看那个以前历代的谁啊，做墨的很好，李景辉的墨啊、哦，大家都满意。做笔的又是谁啊？又是大家满意。所以在历史上都是被流传，被流传的。所以可以跟。老板都交换意见，以前他年轻比较有时间了，现在比较忙。在座的这些专业的人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很乐意跟大家交换意见。就像做表面的人，做了你那个小楷，心情每个人都说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下个班都紧张，我一干嘛我好像被奴役了一样这样子啊。那做毛笔的，你看，他们比像这种人像他睡一样，好
我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也很得意。所以刚刚讲到的就是说，毛料的种类跟畜牧量有关，畜牧量跟你写的这个流畅度有很大的一个关系，这样子。尤其在不是楷书，在行书的部分是一个字接一个字，一个字接一个字这样下来，所以畜牧量真的是也很重要。那要畜牧量要多，笔会薄一点，嘎大嘎大厚，嘎大厚为什么？我要别把它写小，所以这两个在这个冲突之间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点也很重要。OK， 好，谢谢陈老板。想要请教老师，就是老师写的字像写经体的，或者是刚才老师有提到说要富山那一类的，或者是黄道中那一类比较有点拙趣的。那当你要从写，因为写经体或者是说赵孟頫那一类的字，跟富山的他们那种字，其实在美学的逻辑上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想要请问一下老师说，这两种之间的过渡，可能需要哪一些条件，或者说哪些字体的一些练习，或者说你们思考逻辑上要怎么去过渡过去？谢谢老师。美学的欣赏有时候是需要时间来让它慢慢转换。年轻的时候，然后到年老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很奇怪啊。以前的人有的很喜欢画画，到老的时候在画某名校的。我老了很喜欢书法，年轻很喜欢画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书法难看。那我们老师为什么这种心境转换？可能年纪有关。所以对于一个甜美的字变成一个无趣的字，恐怕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转化。这个转换是随着你看的越多，我跟他讲就会做一个比较。很多东西是这样子，要耐看，看的心情很舒服。我不要这个字让人家看得很不准，那你这一代都不留，下一代怎么会留？所以一定是越看越想要看那种清白的那种，谁也没谁睡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有一个同学呢，跟我们班上一个女孩子感情很好，然后他妈妈就觉得说，不要啦，找别的啦。但是熬不过，儿子很喜欢，但是爸爸还是不听话。爸爸有一天妈妈跟爸爸说，哎，你比来行不？哎，他管那个脸呢，哦，那管那睡呢，谁要不几千年呢？结果爸爸再看两个，哎，对哦，第一次看很好，第二次看很好，第三个就啊，好了，那小孩，那同学都知道光了。所以，现实生活中，耐看的字，不是唯美的字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平正的字，未必耐看。耐看是多元的，笔法造型的多元变化，所以你这一次看到了这个，下一次又看到了另外一个，第三个又下一次又看到另外一个，所以你会不断的吸收它的一些造型的美感在里头，然后你写了以后怎么写都不赢它，所以你会佩服它。所以我把写小楷认为一个是难能，一个是可贵，就这样子，难能可贵。你很容易被抄袭，那就不难能；你太普通了，大家都写了，就没有那么可贵。我记得一句话，那个赵欧元嘛，哎，郑板桥诗，只为学七要抛三，反正你学了一些，要丢掉一些，再把它加入一些东西，那慢慢不想进去，或许你可以找到。哦，我刚刚讲的那几家的，或许你也写写看，因为你都很有经验了，写写看，感受一下你对于一个字形的美感的感受。你把写很规矩的写一个字，把这个有弧距的写一个字，两个并在一起。然后跟他看一个晚上，这样看三天，然后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或许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哦。那这个又绝对的标准，我觉得耐看，也许你觉得不耐看也说不定。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耐看？可能彼此之间的频率的共鸣，说不上来啊。所以这个有一个书法家展览，然后又有一个人去看，看得痛哭流涕。我怎么痛哭流涕？他字写得这么好，怎么会痛哭流涕？他就觉得很感动。我们在旁边的会觉得，我有点臭死。我感受不到痛哭流涕，他感受到。而且那个作者写得好不好？真的写得很好，我跟你讲。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欣赏，只是他欣赏甚至感动配偶更深入。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有哎，以前我们罗德兴老师的那个夫人，我们一起去西安，第一次看到九成宫，啊，一直哭一直哭，到中午吃饭还在哭，你在哭什么？好感动哦，看到这个片，这个是假的，有哈，九成宫嘛，有看到九成宫，在飞艇看到九成宫，一直哭到吃饭还在哭嘞，对，感动到这样子，哦，
后来我跟他讲，那一块是崇哥的家，所以他就不玩了。崇哥的，要过来。我是崇哥，那有这么近，原来是地生。我觉得还是要多写，你先写，你先写，好吧？哎呀，我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来这边哦，班门弄斧，有这么高深的这些大师在里面，那我的喜欢的，恐怕会比大家都能接受。谢谢大家，好吗？好